明德教授坐在我隔離，有什麼問題大家 post 上去 YouTube 那裡。我們剛才講了海外部分華人，部分華人是 childish 和是無知的，我再講多一次，部分海外親共華人是無知的和 childish 的。馬上有人回應了，我們的觀眾讀給你聽，海外藍絲就會說全球都有瘟疫啦，有什麼出奇呢？不要抹黑我們祖國、okay? 是不是抹黑呢？咁咧就有個大陸教授叫做咧係管日，嗱，你聽個名字已經係唔少嘢管日啦嚇。咁我估佢父母都受過教育，改到啲名咁勁。咁啊，佢咧就係呢個國家香港嘅國家實驗室嘅主管，就研究咧新型嘅新嘅呢個傳染病嘅。咁咧佢咧就喺尋日嚟到香港。咁呢個係關於呢、這個傳染病學的頂級人物、權威嚟㗎啦。OK， 咁啊，佢就話咧自己咧係經歷過沙士，佢沙士有份處理，咁亦都咧係有份處理咧嗰個禽流感啦、豬流感啊。佢話已經身經百戰，但係今次都頂唔順。佢話我22號我都頂唔順，我要做自己做咗逃兵，走咗嚟香港。OK， 咁啊，佢走咗嚟走咗出嚟。啊！佢咁22號即係尋日咧走出嚟。佢原本喺武漢㗎。佢派去武漢、去睇。佢話武漢嗰度啲人咧係冇呢個防疫意識嘅。咁政府冇叫佢做啊嘛。冇做嘢啊嘛。佢話去過啲市場咧，即係大陸所講嘅市場，即係話啲墟啊、街市咁咧、只有10分1人咧係戴口罩。咁咧嗰個案發現場咧就係嗰個海鮮市場啊嘛。已經封了，令到他們拿不到那些犯罪證據，即是說源頭是什麼、比起沙士的時候他是有來向廣東有處理的、他就說我們很快就 identify 到那個是哪種動物、是果子來的、今次是很難的、不過有一種說法現在是蝙蝠、是蝙蝠，即是你華人就什麼都吃。OK，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有得吃，中國大陸對海外華人經常說我們中共政府就已經解決了人民溫飽問題、雖然豬肉貴一點都是叫有得吃嘛，即是這麼喜歡吃野味，而野味呢在17年前的沙士的時候已經是在廣東省是要禁的了、17年來中國大陸都沒有做好禁野味的工作、你講起17年前咧，其實俾啲具體嘅概念，我哋啲觀眾分享一下咧，就係17年前，即係2003年咧。咁喺我哋2001年加入 WTO 嘅時候咧，我哋GDP per capita 咧就接近1000蚊，係美 US dollar。咁19年後嘅今日咧，就係咧9200蚊，即係增長9.2倍。
但是呢智慧就没有增长的，那些常识又没有增长的，那些呢处事的应变能力又没有增长的。咁點解咧？因為個個人咧喺過去十九年咧，喺中國啲官員啊、領導啊，全部都係看錢嘅啫。嗯，即係佢個腦袋裏面就啲錢點增長，嗯、其他咧啲所有比錢更有用嗰啲嘢咧就毫無增長。嚇、啊，咁所以先至而家你正話講出嗰樣嘢，連嗰個教授都要做逃兵。嗯，因為咧佢覺得咧留翻佢啲知識同埋佢個人咧嗰、那個處理能力咧，將來咧仲有用。嗯好過咧，留翻喺武漢咧，被困啦。嗯嗯。嗱，講到呢度，我又想讀多啦，大家踴躍留言啊嚇。嗯。咁佢有種有一個朋友就話叫 fans， 佢話海外華人咧長期睇 CCTVB， 咁但係奉勸咧，其實咧，如果你識上網咧，你就唔係淨係睇 CCTVB 嘅。誒係好多嘅香港 cable 啊、View TV 啊、Now TV 嘅新聞嘅睇、嗯。你講起 CCTVB 咧，就係、是。佢呢位觀眾係講得好啱嘅，因為咧突然之間咧，琴日定前日咧 ，CCTVB 出咗個 news 啊，內容大約講咧，你知唔知美國咧舊年一年啊，2019年喺流感死咗嘅都有6000多人啊，咁係係，咁佢就斷章取義啦，就跟住冇去咩去分析佢，咁其實根據咧中國嗰個有關嗰啲。數字啊，或者世衛數字，或者其他啲國家佢出嘅啲流感數字啊，你去得到咧跟住落嚟嗰個分析你就明啦。嗯，原來咧你將咧6000多人咧除以3億3000萬，3000萬咧，其實係10萬個有2個人就死於流感。咁啊，全球啊 WTO 咧話全球2019年咧。或者2018年咧，死於流感咧，係每10萬人有8個。嗯。咁即係可以咧，如果你將呢啲數字，如果講埋 CCTV 講埋出嚟，佢咪覺得啊，美國咧其實好4倍喎。嗯。咁佢冇講中國幾多，因為中國嗰啲咧，所有啲流感數字啊都唔公布。係。咁所以唔公布唔等於咩啊？國家機密啊。但係人哋 WTO 咧就講曬全球係幾多平均。嗯咁你美國係幾多少？你就係講到呢啲咧，咁你就唔會俾人哋誤導人哋咧話啊！你睇下人哋咧，美國咧都4000多人啊，咁一年咁。咁你而家即係突然之間會喺 CCTVB 講呢個消息，就係因為你喺另外一邊咧，你發生咗武漢疫情，咁人哋咧就將呢個武漢疫情擺落流感度，然後你咧就話美國咧咁先進國家，你都4000多人，咁樣嚟去。即係話同一個信息，你去令到咧啲觀眾以為，咦？咁我哋中國都唔係好咩啫，而家都係幾百單啫嘛，咁係嘛？咁呢個就係咧，佢哋就諗歪咗咯。即係佢唔係諗去解決問題嘅，佢係諗咧點樣去隱瞞個問題，或者去混亂個問題，等到咧我哋啲普羅市民咧，即係覺得都唔係好衰啫，中國咁。其實就係、是、咁，你喺海外嘅華人如果得閒睇呢啲啫，跟住咧佢又。斷章取義講咗俾你聽之後，你唔再深入去分析咧，唔被逼你深入去睇嘅話，你就誤導咗，以為啊，我哋中國好好啊，好強大啊！好啊，美國都死6000多人啦，係咪先啊？美國仲好多嘢好衰啊！話俾呢啲海外華人聽啊，即係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就英國住嗰啲海外華人，美國咧其實咧好多人咧一世都冇行得遠嘅，即係冇 travel 得遠啊。可能有啲人咧一世喺自己個灘咧。方圓200里就生活，亦有一大嚿人咧，有一半人咧係冇 passport 嘅，冇護照，即係話你唔可以去外國咧，除咗去加拿大或者去墨西哥咧，你唔知道世界係點嘅。咁咧，仲有好多人係只係去過隔離個州嘅啫，或者去過佢個州嗰個capital city 嘅啫。咁咧，依啲就係親共話 propaganda 啦。嗱，呢個唔係 whole picture。呢個係事實，但係唔係 whole picture。但係佢冇講到咧，美國幅員之大咧，佢兩岸或者部分城市嘅精英係精英之中嘅精英 ，top of the top。OK， 佢哋有全世界最優良嘅研究環境，無論係文科好、理科好，所以佢係 leading the world。你講呢班冇用，咁你中國更多係咁啦，係咪先？你又誤導啊！美國有一半人啊以上係冇護照嘅，呢啲咧
就是呃鬼食豆腐。咁唔知點解有部分海外華人，尤其是親共華人係會信嘅。即係好奇怪喎，揸住民主國家護照嗰啲人咧，就唔支持民主，唔支持人權、法治同埋自由嘅。真係好奇怪，我係大惑不解㗎。即係咁多集我都講，個個我都問嘅。就話我真係唔奇好莫名其妙，因為我其實時時都遇到啲咁嘅人噶。咁你唔係即係你要接受喺一個正常嘅社會環境咧，有唔同温層嘅人啊嘛。係。咁你嗰啲唔同温層嘅人咧，你唯有咧 selective 嘅 listening，因為咧你係改變佢唔到嘅。冇打算啦，得一把年紀。咁你唔應該，亦都唔需要去改變佢。咁你咪由得佢繼續發言咯，因為佢係影響唔到個主流運作噶嘛。真正嘅主流運作，譬如喺一啲文明嘅世界先進國家咧，佢係個制度係開放噶嘛。總之你覺得呢度適合你生活，你咪嚟咯。然後如果你申請嚟嘅時候，我亦都咧有揀壯丁嗰個權力啦。咁所以你想嚟申請美國咧，我要睇下你能唔能夠咧有乜嘢 provide value 俾我哋美國，我先至接受你申請咯。係嘛？咁所以無論世界各地嘅人，最公道嘅一樣嘢就係擺喺你面前喺190多個國家俾你揀去邊。你想揀去邊？咁嗰個國家就自然咧就係咧最吸引力。而佢嘅吸引力咧，除咗話撇開揾錢嘅機會之外咧，係各方各面咧，你會綜合嚟計算之後，你先決定去噶嘛。佢唔係完美，有冇種族歧視？我話俾你聽有。不過歧視唔係淨係種族歧視一種，歧視喺中國大陸、喺香港、澳門所有地方都有。不過人哋嘅憲法係寫明唔准歧視，你亦都可以告佢。咁有冇 glass ceiling？ 係有，肯定我100%都有㗎啦。度度有 ，in one way or another，OK，就唔好自己欺騙自己。不過咧，我又想問一下啦，而家我哋咁多觀眾咧都喺海外睇緊㗎嚇，有冇你識一啲親共華人，日日啲做藍絲嘅，日日劈香港嘅抗爭運動嗰啲，佢而家打緊電話 WhatsApp 叫嗰啲親戚朋友盡快離開中國大陸。或者在香港、澳門就盡快回去呢個花旗國。如果有嘅話俾我聽，話翻去温有冇叫人馬上離開香港翻温哥華、多倫多、三藩市、洛杉磯、紐約或者中部各城市、芝加哥。咁啊，有冇人係咁嘅？快啲留言 ，OK？ 嗱，日日話愛國啊，唔好做逃兵啊！愛國係包括唔可以做逃兵嘅，習主席都話唔可以離開噶啦嚇。咁你咁愛國、咁愛中共政權，你有冇叫你啲親戚朋友？馬上離開中國大陸 ，OK？ 馬上逃亡，講俾我聽 ，OK？ 就係寫喺呢度，我哋歡迎你留咗佢嘅。不過我要公道咁講，喺呢啲人嘅政治立場咧，喺我哋覺得你親共啊，你唔夠理智 ，OK？ 你睇嘢唔夠全面，你睇嘢狹窄，你偏聽，淨係識睇 CCTVB， 唔好睇下其他電視。其實有好多啦，即係RFA嗰啲你都可以睇嘅。但係呢啲人咧，佢有啲係好人嚟嘅，好有人情味嘅，好 helpful 嘅，係 nice people。佢只係喺政治上同我哋諗法係唔相同嘅啫。嗱，呢度要公道，唔好成我唔會以偏概全，全面否定嗰個人。每個人行埋咧，如果你要讚佢，你一定揾到十樣嘢讚佢。如果你要鬧佢，你一樣揾到十樣嘢鬧佢嘅。OK， 即係佢哋當中咧，有啲人都係好人嚟，同埋政治立場同埋人格係兩碼事。政治立場係一個思考問題，或者係一個意見問題，同人格或者係人品或者心地咧，未必有必然關係。但係我哋成日希望兩者係有必然關係，事實上唔係一定嘅。咁大家即係我哋啲觀眾閲歷好廣，各行各各業都有嘅，遍佈全世界。你有啲咩經歷，你可以話俾我哋聽嘅。好啦，依度我教授我問下佢啦。中共咧，佢有唐山大地震去處理過啦，汶川大地震處理過啦，沙士主要講嗰個廣東嗰度咧。今次你覺得佢會處理得？你佢有冇能力處理依個咁大規模嘅災難？
哦，佢能力梗係有啦，如果唔係話咗俾你聽，我封城咯。嗯，係封城啫，封城之後 ，this is the beginning 啊。好啊，咁你叫啊，譬如話啊，你啲領導嗱，汶川地震啊，唐山大地震，啲領導會喺現場指揮噶嘛。即係起碼我哋個總理會去啊嘛。嗯。但係而家我哋個總理去咗青島定係甘肅啊嗰啲。係。啊，咁我哋另外嗰、那個李克強總理啊，總理就係喺嗰度叫人抗疫咯。嗯，喺青島啫嘛，係啊，好似青海啊，青海，青海，因為青海係少數仲未感染到嘅省份。係啊，咁你又唔見佢落去武漢做總指揮啊？嗱，如果你係落去武漢做總指揮，你就愛人民啦。嗯，係咪？咁你先至係咧可以大領導啊嘛？你即係話我哋英文講 leading from the front， 係咪？即係喺最前線嗰度，你見我印象最深刻咧，就係911恐襲嘅時候咧，身材矮小嘅茱莉亞尼啊，嚇佢就喺前邊喺度咧，嗰座大塔緊，佢已經企喺個現場度指揮啦。嗰啲沙塵滾滾，個原因點解咧？又係呢啲真係有承擔嘅領導啊嘛。嗯，係嘛？你到譬如話去到汶川，我哋阿總理先生阿温家寶去抱個細路嘅時候咧，已經震完幾百次啦。係個餘震幾百次啊！係啊，咁即係話已經計得清楚啊，唔會再震你先至落去咯。嗯，咁呢個就係點啊？特權階級嘅思想，即係嗱，我點解會咁遲嚟啊？我係做show 俾你睇，因為我係權貴啊嘛，我嘅生命係比你嘅價值咧多一萬倍嘅，所以我咧梗係要保護好自己嘅生命先啦。咁即係佢會咁樣諗咯。咁我又咁睇啦嚇。首先講咧，頭先話親自去咧，原來有句説話咧，四字詞叫做親慕似石。嗯。似即係箭。嗯。即係以前打仗咧，喺冷兵器年代咧，就未有大炮之類嘅，咁啊大家鬥掟石頭，鬥射箭。咁咧，你係領導咧，你要親慕似石。嗯。咁第二咧，我又咁睇，係咪一定要出到習近平或者李克強落去咧？係，你認為係？我認為首先省委，省咩位？我講你聽，省委都可以握上邊啊嘛。啊，所以而家唔係你啦，武漢市個市委又而家唔信佢啦，而家去到湖北省委去做宣佈啦。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要去全國其他省市服你咧，你即係你係你自己湖北省委啫。我其他嗰仲有21個省噶，係嗰21個省嗰啲省委會唔會聽你講啊？你冇揾佢哋嗰個中共中央啲官員出嚟鎮住咧，冇人聽你講。因為要留佢，佢制度就係咁，佢個制度就係咁咯，即係佢咩都用權威啊嘛。係啊，咩都係咧，總之你嘅老細叫你就做，唔係你嘅老細你叫咧，佢睬你都傻。咁佢以為咁樣咧，就係一個咧最有效率性嘅制度啊嘛。實際上咪而家我哋有眼睇到啦。如果你由1000增長上嚟，去到9000多嘅 GDP capital 嘅時候，你就可以嘅。但係你一進入咧中等收入嘅國家嘅時候咧，個門檻咧，你就點樣諗下點樣去釋放？各人各嘅即係長處同埋個生產力咧，你一定要下放啦，下放你個權力去到咧做嘢嗰個層次，咁先至會咧百花齊放啊嘛。咁如果你繼續用翻舊嘅思想去做呢樣嘢，咪個個束縛住咯。因為我肯做啊，但係我肯做嗰啲嘢咧，就俾啲貪官貪曬，所以我新加入嗰啲咧生產力咧就自動化為於無形。咁我整多兩次之後，我就以後唔會做。就等於而家咧，武漢逃落嚟，你正話講嗰個人咁啦，嚇佢以前咧，大家窮困嘅時候咧，就會捱咯，捱到而家佢富貴啊嘛，佢富貴佢條命，覺得咧，我雖然係專家啫，但係我保住我條命，將來嘅作用重大啊嘛，咁所以咪逃咗落嚟咯，嚇咁你話，咁佢話我為自己生命保存係冇問題㗎，係嘛？咁所以你哋成日叫我為國捐軀，為國捐軀。我而家咧就去到呢個階層嘅時候，我唔想為國捐軀啦。我想咧為自己捐軀先。咁我所以我保護咗我自己先。嗱咁咧士氣就好大問題啦。梗係咯。啊，咁即係古代有張揚守城啊。張揚守城殺妻啊嘛，大家即係俾啲士兵射。我係
要帶頭，我要一定帶頭做。嗱，當然咁樣做係咪殘忍？係，係殘忍啊！但係喺陣時係喺當時戰亂咧，係即係一個即係可歌可泣嘅嘢嚟嘅啊！唔係，咁你係為計利，將秦守城，唔係計利計天下利啊嘛。嗯，咁你做領導嘅最重要咧，就唔係咧平平安安。大家咧順風順水嘅時候見到你，咁啊同你撒個冧，咁你又覺得我自己係領導，高高在上，好開心。唔係噶嘛，平時你就係咧，我係 small potato 啫，大家咧平等。到有事嘅時候，你就要咧企出嚟撐住個場啊嘛。咁最好撐住個場就係你而家企喺武漢市咯。係嘛？企喺武漢市喺度啊！嗱，而家封城啊，不過我入咗嚟，我指揮整個武漢市嘅官員。咁啲人咧就。你又叫我留喺度，你自己喺中共中央嘅中南海嗰度咧，喺度發號施令，係嘛？咁你安全地點得啫？發號施令係嘛？你真係真正要做，你就話喺嗰個前線度做總指揮咯。嗯。咁你話啊，咁你唔明得去做啊？咁我如果我做佢位，我一定會咁樣做。嗯。啊！但係我唔係做佢位，我做咧都俾人鬧。係憑咩啊？你憑咩做呢度總指揮？你識啲咩嘢？因為啲其他嗰啲官員覺得睇低你啊嘛。嗯。啊！咁你有咩能力可以做到呢啲嘢咧？都冇個官威，冇到個官位，係嘛？嗯，啊，要振士氣啦！而家咁樣搞，就係太多人，包括官員在內想逃亡。咁你唔係話咯？嗱，如果你而家封城，整個800万至1000万嘅人喺度，咁你話我作為總理，我嚟陪你哋。嗯。咁封城都封埋我。係。啊，咁你係咪可以咧？全部封城裏邊咧，要調配啲咩？你一個總理打個電話出去，我爭咩？爭口罩，爭咩藥物？我就喺度做指揮咯。嗯。咁你先至能夠振奮人心，先至話我最需要你嘅時候，原來總理先生你喺度。嗯。係咪啊？嗯。咁你先至係可以咧，真係可以咧，令到全國中國人民敬仰你啊嘛。服眾。係啊。係服眾，你服眾講，大家去諗下啊。你有冇遇過啲老細唔服眾？話咧邊個咁啊？林鄭啊，真係好唔服眾啦！今次嚇，咁佢而家有個機會俾佢，佢都唔去做咯。啊、就點解咧？佢即係可以翻盤嘅嚇，佢思想混亂咯嚇，佢個腦裏邊咧唔係諗緊點樣去解決香港呢個政府啊，唔係淨係一個抗爭問題噶嘛，因為政府仲有好多日常嘅嘢要做啊嘛，包括在眼前嘅就係咧點樣去抗疫。嗯，咁你都唔走出嚟去調動。第二樣嘢，你要請啲咧有識之士嚟幫你啊嘛。嗯。全世界啊，全中國啊，最有識之士咧就係曾經處理過沙士嗰啲人。嗯。咁包括你而家習近平都係信咗鐘南山。嗯。鐘南山佢嗰個報告話人傳人。係。佢先至即刻改變佢嘅過去十幾日嗰個決定，即刻先至會講嗰番説話，然後咧而家封城大計。全部都是由呢個專家去 advice 你噶嘛，咁我哋香港有好多專家噶，香港亦都曾經處理過呢啲嘢，譬如阿高永文、阿楊永強、阿陳馮富珍，呢啲全部係赤黑有名嘅人嚟噶嘛，請佢出嚟幫手咯，係嘛，做 advisor 咯，我冇要佢喺前線啦，但係咧佢啲師弟師妹而家喺政府嘅有關部門做緊噶嘛，係嘛，咁啊成立嗰個溝通小組啦，有咩咧就係話俾啊點樣指點佢哋點樣去做咯，咁你先至係禮下於人啊嘛，咁你就可以咧透過每一次去處理呢啲危機，你咪建立翻政府。雖然我處理抗爭處理唔到啫，嚇，因為呢個係政治問題。咁我又處理黑警處理唔到咧，因為咧已經唔係我管啦，唔係我民人管啦。咁但係呢啲係你政府部門嘅其他政府部門嘅民生問題，你要管噶嘛，你係管到噶嘛。咁你咪將個精力處理呢樣嘢去攞翻分咯，幫個政府嗱，係咪？喺講到呢度，我又奇怪喎。OK， 即係我哋一般嘅認為，港澳特區嘅特首都係受當地嘅中聯辦指揮。OK， 咁澳門嘅就話宣布咗咧，就會同珠海咧緊密合作。去處理。咁咧，佢嘅手段都係比香港果斷嘅。而香港咧，就一直到而家咧。就連咧呢個高鐵列車嚟自武漢高鐵列車要填張健康申請表咧，都要喺度耳硬噶。咁到底其實仲除咗林鄭無能，特區政府官員而家個個都即係軟手軟腳，係咪其實
還有些巧妙呢，中共可故意將香港不封的、香港不可以即類似封關的，是不是他留了一條路，有一種說法是讓中共權貴逃離香港，因為他們不信大陸醫生、其實是不信大陸的醫療系統。大陸有沒有好醫生？有，有，但是大陸的醫療系統所有的 supporting 的東西都是比不上香港的、不是，那會不會是放呢？放來，還有有沒有其他政治、經濟、軍事原因不可以在香港封呢？所有這些原因呢都是阿爺說我要這樣做、那你就照聽阿爺說吧，但是落到來執行層面呢，你是呢真正是保護香港人的、健康的嘛，真的保護香港人的制度、你自己內部可以有一個制度的嘛，即你 你不需要中國在中國出境的時候填那張、健康保證的，來到香港入了關的嘛、這個是我們香港地方，你由香港地方再出閘中間那個空間，你就是做回香港的事情，沒有人會說你的。一地兩檢呢，除了要中共管北邊，即是在個站裏面呢，就入大陸那邊就是大陸管，入來香港呢就香港管，你出了個車你已經是香港地方來的嘛，那在那裡你就、叫那些人 channel 去，我們說找一個地方給他填曬這些東西，那你怎樣才可以 connect 到的嘛，將來有什麼事、是吧，這些是你自己內部的東西來的，沒人不需要等習近平批的這些東西、是吧，是你們肯不肯做的，那只有一個原因而已，個心理懶，懶，我希望就是這麼簡單解釋啦，我剛才說的什麼政治、經濟、軍事原因呢，都是我的 imagination， 我希望我想錯的，我希望我想錯，那些所有事你可以繼續做的、你即在 外交，我們的外交事務是他管的嘛、那你就繼續做，但是踏足香港之後呢，我們你踏入了一個香港家的嘛，那家裡有家裡那些、步驟的嘛，這些步驟不是可以保護香港的、那你自己做到 多順利、多繁複、是你的家事來的嘛、你不需要將你的家事告訴阿爺聽的嘛，我看他也不會說到那麼 detail， 阿爺不會理你的那麼頭痕、一天用一分鐘時間理你香港已經不多了，哦，是啊，真係咧，真係咧，你香港你好過我大陸咁多倍，係咪？我做咩仲要去聽你啲煩嘢啫？你自己搞掂自己啦，咁。咁而家我哋自己搞掂自己，我哋有權噶嘛？係嘛？我唔係講政治，唔係講外交啊嘛。而家唔係講呢啲啊嘛。咁你使乜問佢啫？你係講緊自己裏邊保護自己嘅健康系統啫嘛。咁人哋一聲罵你啊，即刻，你使乜問我？你自己不懂做啊，你想怎做就怎做咯，是不是，那些人已經入了你香港了，那你將要怎樣叫他、什麼步驟就是你自己的步驟咯，所以只有一個解釋而已嘛，就是做事那些人呢他根本懶、懶去想想怎樣去做好保護香港，到時死的是死你其他香港人而已嘛，不會死他自己、這樣而已嘛。說到醫療呢、不得不讚香港的醫療系統、你可能遇到個別即醫護人員，包括下面包括埋啲阿嬸咧，態度唔好，但基本上佢都係好嘅，做得好嘅，佢唔會因為可以救咗你先。唔係你態度唔好係因為做到猛啫，但係個部分啦嚇，喺度個制度喺度，個制度喺度，即係我記得咧，沙士當年咧，大陸係有醫生拒絕去剖屍，係有，即係其實係逃兵嚟噶，咁你嘅醫生職責就係啊嘛。喂，你班友話冇向過白求恩醫生宣誓嘅咩？要服務人嘅，冇向過藍丁格爾宣誓嘅咩？你班人咁啊，佢哋唔肯去剖屍驗屍。香港係冇有啲醫生仍逃離現場嘅大陸啊。嗱、台灣都有啊，台灣都有嚇、咁嗰陣時沙士2003年，但香港無一醫護人員。是善離職守的、這個值得讚，香港的醫護人員呢都會記得 我們香港人會記得你醫護人員的貢獻，當年沒有一個香港醫護人員由上至下是善離職守的，所以我們第一個要 salute、要 salute、不是我們第一個犧牲的醫護人員就是温婉容，是的、那個女醫生、另外呢就、說回呢一件事呢，就是那些大陸人部分有錢的那些下來香港，你知道找哪個醫生看、即是他們來到 他相信香港醫療系統，可能是中建大廈，可能是
找林順潮全國人大代表呢、就是之一呢就是林順潮、嗯、是眼科醫生、嗯、因為在大陸他不識的、香港醫生出名、哦、最出名的那個就是何志平、何志平何志平坐緊監啦 ，OK？ 而家有個叫林順潮，但林順潮不是做呢啲傳染嘅嘢，佢亦都唔係急救科嘅醫生。唔係，咁佢都啱嘅，佢醫眼啊嘛。啊，醫眼。即係嗰啲人咧，佢哋冇眼睇啊嘛。咁所以揾下醫生。即係視覺唔清嚇。咁啊，揾下醫生去幫我醫下隻眼先，等我睇清楚先。因為要換咗嗰個眼球咧，平時喺內地睇嘅嘢同喺香港睇嘅嘢唔同啊嘛。香港睇嗰啲係真，裏邊係蒙。咁以前佢戴咗啲蒙嘅眼鏡，蒙嘅視覺膜，而家嚟到咧要換翻清個視覺膜先啦。好。嗱咁啊，仲有一個怪現象咧，呢排啲五毛唔見曬，好似即係少咗開聲。咁啊，如果我哋有朋友咧知道點解啲五毛而家失曬蹤，或者小粉紅失曬蹤，啊啲藍絲啊，同埋啲海外親共華人少講嘢。少在網留言，咁咧我睇佢有WeChat 啊 WhatsApp 俾佢啲啊啲朋友啊，叫佢快啲翻去花旗國、美加、澳洲。唔係啊，可能佢哋個個去曬武漢救人啦。嚇、啊！真係咁愛國，係啊，愛國心切。啊，咁仲有一樣愛國嘅，佢哋可以做嘅，就唔係得個噏字啊嚇，即係我哋翻嚟先再講。好啊，嗯。我哋香港人团结一致，万众一心，香港一定有希望！恭喜恭喜恭喜发财！